说开就开了。嗯，好的。哇，好酷哦！晚安。晚安。五 A 开就开男子，深深的 penguin 小右，晚安。为什么一来就罐头罐头罐头？小月晚安，太傻晚安 ，Vicky 晚安，小佩，王一凯，魔导士欧爷愚者，新，没了欧，三，大橘晚安，谢谢吴一凯送的为你守，为你守候。我现在会讲哦，什么什么手套圣七七护驾群，开动手套，谢谢，真准时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旁边还是老样子的很多人。鱼好林果草莓酱晚安，谢谢香香企鹅送的枫叶，谢谢鱼豪送的贵族回归，管来最爱的，谢谢退化的三岁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退化了？我的嘴巴破洞好痛啊！你好痛啊！退化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哎，你帮我拆头发吧。你今天刻了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可是一回来就变这样了。可能是。Watch me burn. 好的。没有，是云爵开的那个电脑云爵。对啊，这是我的 BGM 耳朵要痛？不会不会。怎么会有一堆假米娜的问题？谢谢慧香，慧香送的不梦网。好，我的嘴巴好痛。晚安，谢谢手套送的不梦网。弄得超卷，祝哇塞，小易，小易晚安。原来是教主在宿舍，是他在，依旧正常发挥。吃鱼，吃鱼才不是这声音。听到下午无法早点加班。哎，上班认真。啊！谢谢子阳唱的《黑白方格旗》。头发会痛。今天才是电视台见送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マジですか？晚安。ミレイ。カカバ啊，这个开日じゃないよ。帮我跟教主说今天的月色真美，可以吗？好。好是什么？啊啊，好。カエルじゃないよ。あ、カエルじゃありません。卡丘晚安，夜雨汤神晚安，谢谢卡丘送的枫叶。啊，对，原来叫我说台语，我刚刚也没听出来，其实。我想剪头发，想到疯了，我睡。那我先叫我说我有来，慧香说她也有来。梦中梦到有小孩剪我的头发。谢谢香香亲友送的不梦王，涛哥晚安。眠不眠不到哟，私も眠不到哟。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小千送的樱花，谢谢香香的亲友送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小千送的樱花，谢谢涛哥送的樱花，谢谢小黑鸭送的不梦王。旁边怎么开始分享梦境了？我也不听。剪头发的部分。爱死啥哈喽。绑完马尾我都会这样哈喽。我都会觉得很痛。嗯。这
剪下去我头发。很叫不动元气的方形，正常拉回。还拿着轿子纸笔撑写，辛苦啦！连鸟都不想理轿子，真好。哪有？谢谢桃花哥送的好多樱花。看轿子这种元气的房型。下歌哈喽 ，Ricky 晚安。轿子开心吗？很开心。手上那个魔方，哎。你看到我没有拿起来啊、谢谢塔瓦哥送的樱花，蜜蕾在罐头。上课辛苦吗？上课还好，很欢乐。魔方二二跟三三解法有没有一样吗？差不多，除了底面不一样而已。已经看到了吗？对，就是因为朋友偷定，所以我偷来的。偷定的惩罚，对我收走。我明天去买药。应该不辛苦，毕竟会翘。我没有翘课。喵，晚安。听说教主被吓到了，为什么会走？你的没有，我明天。谢谢小鸭粽的看好你哦，米粉博弈晚安。不要，怎么可能？谢谢夏荷送的鲜汁罐，谢谢 Ricky 送的 Kiss 猪猪。可能大概千年老粉不要爆雷。对啊，二二的。出门靠。嗨噻。八点吧。就看到了，我刚刚没有看到。背景。今日は何にしますか？学校のことと、と、遊び。格莱芬多加十分。有点像，其实。你的衣服应该借我穿，黄色的，那是格莱芬多的颜色。你就原来技能点数是偷东西，我哪有偷东西？我偷。哦，这个吗？不是，好不好？谁叫他偷定？我只好没收啦。虐待刘小晴。这你应该。再哭一次。还好。还偷走了你的心，耶、你有时候在那个瑜伽垫上平腿，就是那个健身房瑜伽垫，我觉得旁边人都用那种瑜伽垫。好，刚刚那天就是要在墙壁有吗？哦，就是倒过来那个，那个我超想哭。为什么？安奈姆汤。我是还妙丽七，可爱是。格莱芬多加十分啊！我说很帅，而且脚也很白。因为我手其实平常没怎么练，瘦的有呢。我就有一斤，我抬得这样子很壮啊！哇，你看，你觉得有吗？很壮啊！就我就可以跟是一颗的，太难比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也有，但是这也是一颗呢。他们都知道，可是我他们都很怕我。哇哦！可是我是这个姿势不良，所以有这个。哦，姿势不良会有这个。教主职不是人家职业之道，才不是，这是没收，这是在他的面前。OK。谢谢小虾送的，看好你哦。我是。月超晚安。你觉得这是第几头？二头啊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最快呢？最快。一头吗？这里。我不知道。是最快啊！最快很装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没有想说问他们。这块是什么？这块是什么？这块又是什么？我就只要过头，下晚才讲。这是什么？是我的蝴蝶袖也是有。哎，对。晚安，非常喜欢。你好，信美晚安。你来闹了，可以解读，但是啊，微妙。我不小心用旁边那种的，我也不清楚。没，加。我用到锤子了。你那个是二头。那我那个是什么？三头。一声惊呼！谢谢小右放的梦王。打开了，怎么会吐在？我也问哈，进入肌肉话题。对啊，我一进去就是肌肉了。小琴在玩变身器吗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不喜欢偷偷来都关你在哪呢？我哪有？我的嘴巴，我是不是遭天谴？十七把掌法小姐断的，我哪有？我的嘴巴，我是不是遭天谴？十七把掌法小姐断的手要断一个，翻的手要三角断一个月，一头是三，我也不懂。听起来很厉害。
おやすみ。寝るなよ。ライブ配信があるんじゃん。おやすみ。寝るなよ。ライブ配信があるんじゃん。就是感觉就是多一只脚的鸡。那蝴蝶袖。然后跑得很快。是那个。蝴蝶袖出，我不清楚。孩子。是鸡胸肉。鸡可是握有握抱神力。对，我是三角鸡。好可怕。听起来很厉害，三角鸡。偶像剧去。九腿犬，九腿犬。有。我靠！突然觉得毒看阿姐要给我，不是为什么是九层塔？不是吧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忘记了是什么。谢谢林家军爱冒险唱的《先知怪》。Mina 不在啊，为什么没有 Mina？ Mina， 啊？乱 Q。谢谢魏山。刚刚有点卡痰。今天觉得叫朵憨憨蛮可爱的。啊？谁？啊？是 Ice。哦。无奈，无奈哟 ，Ice。还是潘金？不谁？不谁？到底有多少人在背景？可能有四个、五个，我不知道。我不是。但是没有要入教，说啥？因为要突然叫我，我不知道。会卡？现在会吗？现在还会吗？问号。现在还会吗？现在还会吗？我是不是有卡声？现在会吗？谢谢小虾送的，看好你哟。音乐放少。嗨。注意电话，我怕我们两个让你朋友电话来。为什么？那个。哦，白色。我很怕我们让你有那个一些来电，触电的那种感觉。不卡了，触电的感觉。我最近啊，在找一家店。潘之奇的来电。哦。触电的那种感觉。我也怕爆。时好时坏，现在可以吧？因为我刚刚没有连网络，我刚是用这只手机了，刚忘记了。今天的七七也是很疑。三十分钟，我就已经十级了，这个游戏怎么办？爱思想说今天的七七也是很疑。很疑是什么意思？阿姨的疑。哇塞！哎，哇塞！哇塞！哇哇哇！谢谢 Vicky 送的仙子冠，谢谢小黑鸭送的为你守候，还有阳光。爱死这个 diss， 我觉得很可以。小千说教主今天很可爱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都没有人夸奖我很可爱，然后却被说个姨？手套问七七在干嘛？七七，嘴巴不动，很痛。好大声！中暑了。感冒。哎，你好，感冒。背景怒。这很像柳丁哎。今天小金跟七七辛苦啦，心累，辛苦啦。我买了一袋，放在那里一直放着。刘娟说今天的七七很漂亮。今天的七七超漂亮的。你们是不是应该知道我这样说才勉强关心我一下？是啊，在看成熟互相。不知道我在录影的时候已经失去自我意识。搞不清楚是哪个刘小晴吧？哪个刘晴？都很像哎，其实那个声音，小香可爱，帮我跟他说小小。新伟说他喜欢小晴。哇，不给你粉丝脸红。我刚刚在发呆，对不起。新伟别爱他了。艾斯说，七姨很凶。我觉得艾斯真的很讨厌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橘色的东西在这里，刚刚讲你在听的。这以前怕雨晴，以前是什么雨晴怕吧？错了。雨晴，气爆气！哎、欸，我要小晴，不要哭哭。为什么是小晴？因为他今天变成 Mina。哎、欸，你们这样没关系吗？节目还没播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这样行吗？你们这样没关系吗？要不要不要讨论这个话题？是不是他们没有让你们签什么保密条约？真的很痛，嘴要破三个洞，因为他出了三个洞，嘴要破三个洞。天哪、啊，你根本就不能吃饭。我破一个我就快疯了，我撑三个我不行。
天天可爱要还要要照顾一堆小屁孩，感觉老人五十岁，哪有哪有小屁孩？谁屁孩？啊？怎么这样说？我找到屁孩了。气已经回不去了。没有，给我的屁屁。天哪！我没有屁屁流泪。我不是哦，刘小琴才回不去吧？啊，什么东西？刚刚不是我说过吗？今天满满的来了，期待节目。你欠一个，你欠潘子一个道歉吗？今天小琴辛苦了，请对她好一点。哎，我要雨晴呢？我要带飞椅还是云霄飞车？谢谢小琴，这么看好你哦。云霄飞，它是库洛米云霄飞车，卡哇伊一点。嗨，谢谢小虾送的卡好牛，七七生七七，弟弟买薯条，哎，好酷哦！没有，我都不喜欢，我喜欢大，我觉得大很可爱。就你说这个合同问号？不是，哈哈，我能转头，不是。你觉得问号？我发现我最近，一定是小晴是屁呀，蛮，我觉得我喜欢蓝白配的东西。谢谢 Vicky 送的捕梦网，谢谢锤锤送的卡好牛。你就跟七七说，我刚刚说的不是骗人的，七七真的漂亮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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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陈送的，看好你哦。谢谢你的诚实。谢谢信伟送的好多樱花。Kitty 家不是说，这首他眼中七七永远可爱。去他的直播台对他说吧。哦，就双子星。是说七很能照顾小朋友，可是不是，其实我喜欢他们俩，他们两个都是。是不是被背景弄坏？不会啦，谢谢小虾送的卡好牛。我觉得辛苦了。好吧，也蛮。被更爆嘞，真的哎，被爆嘞了。他们就是天使，不是吗？谢谢束缚，他送了好多为你守候。我的依旧正常发挥，没有错。有听过，你觉得有发动成之言辞吗？对啊，没办法，我要看一下你们的留言。所以神之言辞不可逆。谢谢变成青春柠檬忍者红凤的樱花，他根本就没有嘴巴，为什么要骗我？这里面的，反正我反而成二，对吗？我超 scared。这个其实我有看过，我现在还蛮慢的，因为会突然卡住，然后不知道要怎么转过去。它是有，放了，快点。它有嘴巴，谢谢喵。我的口音是不是快被小琴影响了？也不是吧，我就觉得我讲话越来越，就是卡。很卡哎、欸，明明是原住民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谢谢吴亦凯送的樱花，谢谢 Ricky 送的玫瑰，谢谢吴亦凯送的樱花。在我眼中，这云雀还是最可爱，看起来没有。谢谢草莓酱。旁边话题好特别，旁边在聊什么？在聊三 O 的东西，发消音。谢谢小虾送的卡好牛。越来越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学。旁边的话都听得清楚呢，聊得很开心啊。酷气儿是什么？马油，神经越大条，我吗？杰洛酷吗？我也喜欢你呀、啊。小幼也辛苦了。对啊。汪小六，台湾通常被译为酷奇儿，在香港米欧，现在讲话越来越像酷奇儿跟大耳狗哦，你还是在说隔壁的话题，我听不懂。酷奇儿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我知道了，三哦的企鹅，没有，因为他刚刚突然打出来，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谁要哭吗？乱告白。无敌合同证。这是坏的。小六晚安，在香港酷奇儿叫什么？所以他突然听得清楚。没有吧？是吧？可能吧。不是，是这样子吗？不知道。谢谢萨格送的阳光，感觉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오랜만이요아오랜만이요네요
小晴今天可以多吃一点，小晴要吃。小晴跟大家分享你晚餐吃的什么？要跟我去玩豆腐，豆腐，你听我讲。周杰伦，我吃了豆腐，我已经连续三天吃豆腐了，好过，好好吃。感觉算在行，没有很久没见，算刚刚在梦中见。哎，我呢？嗯，我就不会嘞。你吃猪肉，你会搞是因为猪肉，现在你大。我不会转这个，就是摆在这面。我超级不会。现在宿舍有几个 Mina？ 几个 Mina？ 好可怕，可能有两个。为什么会有豆皮？我也不想吃东西。小晴晚上吃全员豆腐，不是。刮到东西。You， 把你的魔爪拿开。You， Joy。哎哎，那那你？不是，不是。日本語って好きって言って？好き？マユ、マユちゃん大好き。阿媽的故事是兩樣。叫著他晚上也太朴素。欸，人家健康，真健康嗎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健康。謝謝你哥送的好多櫻花兩個。開始亂告白。哦、谢谢飞鸿送的为你守候，可以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吃全豆腐名就是我没有，我没吃豆腐就算了，还连续三天。对啊，情都吃连豆腐，不敢说喜欢你，因为真爱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我还在。大腿磨伤，没有吧？那是个啥？那是个误会，是误会。你们都这样子乱讲，没有乱，你看我就没有这个。等下你这样我有点伤心，其实。爱死。怎么？加油。怎么了？我嘴破了。啊！在补充维他命 C， 都好痛，我还是吃。全都是儿童吗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他们都乱讲，是误会。为什么被你说喜欢心跳很快呢？妈有害羞，嘿嘿。谢谢吴一凯送的为你守候，谢谢苏福桥送的好多阳光。后面是谁呢？琴跟琴 ，double 琴，怎么有星星？没有。前面是喝多了吗？这样为什么会是喝多了呢？谁下山？后面有很多 Mina， 对，有很多 Mina。后面那大叔笑声怎么回事？可能是，我也不清楚。我腿计划进出到哪？没有这种东西。耳朵不会痛吗？小军说他爱琪琪。他比的。突然懂了。登山还是清水？的哈？是不是有点想哭？哎，真的，今天大家辛苦啦。谢谢飞鸿送的阳光，登山的。谢谢树葡萄送的好多阳光。七七声音好低。哦。两只蜜奶在旁边做什么？在补充什么？维他命。维他命 C。然后乱叫。你知道我还在等你收服子红老师大腿，不是这个有困难，哥哥，这个不行啊。谢谢邪恶库马送的枫叶，钟哥嗨，两个潘子请在后面吃吃吃吃吃吃吃，对，他们都吃吃吃。我真的不会，这是什么？
这是什么？哎，啊，没有勇气啊，这样子，没有勇气啊，这样子，好。上面跳哥哥好害羞，毕竟觉得自重钱没。晚餐我过来吃饭吗？有，我吃很饱，也没有到很饱，就是有吃有吃，很乖很乖。要不要一起吃？吃什么？吃维他命 C 吗？两个流行今天真的累到哭，现在下来很嗨，就二乘二这里难。我现在觉得啊，现在因为会突然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过去。跑跑这很多，这颗又是什么？二乘二，这是朋友的，这又是朋友的。如果是我的，应该也会涨价。会，要空间概念要好，真的。谢谢喵送的 love you， 还有掌声鼓励。喵，他名字没有改掉，他每次在我直播前才会改回来。东哥，拜拜。很熟很熟的感觉。看到你的阿珍吗？什么？哪一颗？哪一颗是自己？有，这颗是我的，这颗也是我的。二乘二好可爱感。你们也是他的。对，你们也是我的。二乘二，我要订，我订了，还没有来。温柔在手机一二三四，晚安。谢谢汉汉送的樱花，可以帮我提醒雨晴天使不能爱上凡人，所以不能喜欢我。谢谢真是期待，怎么办？对啊。全部成员的服饰是我的，可以请七七看一下阿姨吗？也可以看，他会看到的，应该已经看到了，可能吧。对啊，这边的弟弟是肉肉的，安又是耶，那个，露米娜应该很有趣，这么什么意思？米娜会暴走吧？两面，其他两面。可是转完白色其实就会很简单，我觉得。好了。不开节目吗？不知道，可能会有机会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这里的滴滴刚好一把抓，一把抓起来是也没有，哎，抓不起哎。雷蒙，好快！二乘二是不是要自己想？没公式，有公式，可是第一步没有公式。第一步就是底嘛，底就要自己想。就是要考验你。前队没事，这弟弟真的都干死没被盗，被人家盗走真心。哎，草莓酱正常发挥。再来看一下，今天我写的很认真。好的。你觉得比平常快很多？等一下，你是故意这样子打吗？他们比如挂着推，挂着推的名字去别人台很怪。跟七七说挂着推的名字去别人台很怪，不会啊！你看手套，你看他多乖。就是你，就这样。杨姐在开台，可以去帮我下魔方弹。要下吗？可是不行啊，好可怕！我输了就完蛋了。记得跟七七说也要去看，好的。
就只有扛，就如也是正常发挥啊，一直扛，一直都扛。新系皮卡丘出现吗？没，刚跳云觉要抢魔方王的称号。我刚刚有说吗？我有说吗？我有说吗？后面怎么有改的声音？怎么比较？歌皮还放在脑海深处，回后面比较。A， 与晴晚餐吃的鱼有问题。金的。哎，叫做什么？谢谢飞鸿送的 love you。要改的声音出现蛮正常，为什么？不墨吗？重点不是我有没有说，重点是观众有没有说。原来是观众啊！宿舍的烫发，也只有括号嘛。谢谢谢谢库马众的掌声鼓励。哈哈。今天吃烟草清蒸鱼吗？谁 ？I have a dream。给你一个掌声，没有声音。谢谢喵送的 kiss 啾啾。喵，想问七七到底用什么补充维他命？感觉七七怪怪的，七七一直都怪怪。我是爱你的。没有，你们就是不放太久了。正常的那个，我不要那感觉很难，你一点都拼不出来。累积，累积，累积完。快跟教主说累积来了，教主听得到，你们安静，是怎么？为什么好凶啊？前面好像真的很多了，对啊，真的很多了。谢谢飞鸿送的 love you， 等等被家暴，不会啦，不会。谢谢飞鸿送的 love you。请猜教主模仿，猜教主模仿。林一来找教主，教主快来陪。没有，林一来找我。宿舍者一直都玩，一直都欢乐。跟七七说林一叫你们安静。不是吧？怎么摸着良心，不敢说这种话。因为你脚趾，对啊，马丁路德小琴博士里面太难了啦，这个。谢谢变成新鲜柠檬人忍者红凤的贵族黑玫贵族玫瑰，前面刻了什么好还我也不清，他们一直都这样吧，可能说的嘴都很干。压力太大，开始模仿老人。没有，他一直都这样子的。说来总小心安静，干嘛这样？谢谢乡下企鹅送的为你守候，谢谢龙骑士送的玫瑰跟掌声鼓励跟看好你哦。你觉得怎么办？七七正好每欢开始来唱他，不行，我能。总会想听破音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接受。不要。来吧。不要。宿舍空气是怪怪，稀里糊涂。哎，我记得这样两个梯都要干嘛？两个梯。就四个，我记得说是先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个什么东西，一个公式我忘了。我是看。你凭感觉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不是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？不是。不是，就是这样子呀。没有，就是你那样，然后继续啊。我就想问继续之后的东西。我教你怎么说。你告诉我是要怎么？我是要下一个是要把哪边弄好？把
全部弄好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最下面那排的中间那颗不要有黄色的。不要有黄色的。对。哇塞，很难呢、欸。没有黄色的，那颗。这一排都不能有黄色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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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。是全部三四面都不能有黄色。不是，是你要动没有黄色的，看没有黄色的那一颗。我的公式是这样。我不会啊。不是，我从头脑简单，我语言能力不好，就是、我理解能力超差。就是我是看这颗，嗯，因为它旁边没有黄色，上面没有黄色，所以我是看它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把它上面是蓝色，所以就转到蓝色对面。然后它旁边是红色，就看着红色，然后转公司，它就会到旁边。我没有打算弄我。哈哈哈！发现在叫紫叶云姐，谢谢大紫。那智雷吧，还有先接了一下。旁边七七。我要开 Hello Kitty。其实不用学魔方啦。谢谢七上的樱花，谢谢 K Z K U M K 送的枫叶，两百种面包，多一点。谢谢 M K。其实不要抢妹妹们的特技。我就是想要玩玩看，我没有抢我可以请大家给我一个小时节。人家是一分钟，我是一个小时。谢谢阿爸送的枫叶。就是塞一个魔方给七七，然后他跟他说拼出来之前不能说话。没有，是他想玩。谢谢老师送的枫叶，七七们不要勉强。姐姐想玩。谢谢林哥送的带你去流浪。谢谢何雅。我国中很会玩。爸，他怎么突然也开始对魔方做认真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看我玩，突然也想玩，嘿嘿。谢谢小黑鸭送的，看好你哦。直接撕贴纸下来重贴，不行。不要。谢谢飞鸿送的枫叶，谢谢老沙送的枫叶。你这个不能撕贴纸，因为你贴纸是黑色的。对啊，所以撕贴纸没有用。老学习能力大幅下降，哎，没有。看看，谢谢飞鸿送的枫叶。魔方破解程式下载中，下载失败，没啦。Happy birthday！ 无法下载，下载失败。谢谢小虾送的烤牛。锻炼头脑，头脑，避免老人痴呆。这种话你是 S 讲，不是大橘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果然是切切爷，那是小朋友的玩具，我们不要抢，要扶老。艾子应该不在这。你这个团里就会有比我年纪更大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是假不是？看你觉得玩真的会想玩，因为真的很好玩。两面。结束。我已经会三种了。谢谢曼吉的 Scar 送的玫瑰。越来越多企鹅航空犬的消息传得快。对啊，太强了吧。七七不要偷小孩的玩具去玩。没有，人家想试试呗。正式魔方要去哪里买？正式魔方要去哪里买？我不清楚哎，因为我不会到店面买。网购网购，购起来！你就不要用魔方欺负老人欺，我没。头奶，没有头奶。长得像日本人，我们。玩具翻斗城，真的不会想去玩具翻斗城玩。加油！你说什么这样这样，然后那样那样，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个黄没有黄色的，然后要转到对面去，还是旁边？对面。对面，然后
然后看它旁边那个是什么颜色。它旁边的是指这个旁边还是那个旁边？不是，它上面这个。上面的。上面的那个。下面那个旁边。怎么上面那个又下面那个？不是。这个吗？不是。上面这个。底面。对。底面。底面的旁边这个。底面的旁边这个是哪一个？说这个橘色吗？橘色，下面那个绿色。下面。看它。绿色的这边。对啊。是橘色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你橘色要到橘色的对面，橘色要到橘色的对面，就是你最下面那一层是橘色的，要到它的对面。你说这颗要到这边，还是这颗要到这边？它的对面不是这边，没有，就是它现在在这，对啊，橘色现在在这。啊、然后你的中间那颗，中间那颗，中间，对，中间那颗。然后你的橘色，中间那颗橘色要到这里。中间那颗橘色要到这里。到它的对面，这两边。左右，左右，左右。我没有第二颗，天啊！我给他卡了。时代在走，机器也要进，进人中午。五年惹后没有，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自参送的玫瑰，七七无法就别玩，要扶了，理解不能，谢谢 Forgetnaka 送的 Love You， 玩具后面就有一个声控的玩具星星，谢谢香香的企鹅送的 Kiss 啾啾，听啾啾玩好笑，听不懂，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，会不会把魔方拆？不会啦。以后没钥匙，通关密语就是门口的魔方转了才能进来。哦，那我进得来。有没有开始觉得跟老人家解释很麻烦？没有，我没讲哦。软体会更新，无法下载新程式。谢谢 Vicky 送的掌声鼓励。对长辈好呢。你讲的好像里面有人会怎么样？要挑战啊！不录了，晚安。谢谢 Vicky 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小黑啊送的看好你哦。怎么了？我已经降了，我已经很低了。已经很多，已经一半了，其实。谢谢小黑啊送的看好你哦。常讲要教爸妈怎么用手机，不一样。谢谢慧香送的玫瑰，是想偷翻白眼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们不要把你们想做的事说出来好不好？对嘛，这样子不行呢。明明觉得这么乖这么可爱，哪像你们？对啊，真是的。你看他认证哦。谢谢小虾送的为你守候，把门做爆比较快。什么？魔力太强会把魔方扭爆吗？才不会嘞！刚才超级真是七夕在拆魔方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的魔方还好好的。应该是我吧，恐怕是我，是我自己。谢谢老沙送的黑白方格旗，没有在破坏魔方，应该是我自己在敲吧。等下看他七七摔魔方拆他，不会不会不会。然后说要没有没有画那个，暴七要握爆才可以发现，不会不要不要，等下就看到散落一地的魔方，不会啦。浓眉哈喽，直接重装，不要啦！换小琴挑战一面，小琴挑战一面，你不要拿我的，转、好我在那边。先去拿一组贴纸进来，为什么？哦，宝不是吧？拿起一笔把全部。哎、可是我的没有用啊，我的是这种的，贴了贴纸下面还是颜色。他等下可能要买一个新的，不会啦。魔方，开到几点？十点半左右，不清楚。拆掉重组也是一种解，不行，我不急，我不喜欢呢、啊。所以其实转出一面，转出了，转出一面，转出一面了，早就 T 字形也转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之后面不会啊，到后面卡住了。可恶，你们都这样。要把握爆的力量弄在这里，为什么不要？我的魔方，
怎么办？已经变成宿舍组的日常，没有自己云卷的日常而已。只有云卷，你觉得要不要约品涵拍一个 IG 影片模仿折豆？太可怕了吧！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这样是 OK 的吗？等机器玩快，再买一个新的陪你。谢谢。拆贴纸重贴没有？我的，我的没有办法，我的没有办法。江雨晴的声音低八度，为什么？没有，还好。我爸哥要来我吧。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后面有个欧巴，上没有。玩的是几层几？他玩，他刚刚玩的是三三，一般的。其实我拍影片可以让教主当摄影。影片吗？再看看，小晴晴应该，小晴挑战应该也无法叫教主者外表像小孩，他有怪大叔的灵魂。谢谢小皮阿公的看好你哦，播报哥，比直播的声音低，还好吧，还好啦。谢谢萨哥送的樱花，三角感觉好难，不会，三角比较简单，三角比三三简单。三角难的地方是抓不住，不知道怎么抓。三角这些人会比较难吗？不会，比较简单。谢谢无糖送的 love you， 洛豹哥在犹豫要不要来，快请七七喊一下，洛豹哥，他在犹豫要不要来什么直播吗？有玩过六角形的吗？还没有，但应该会玩的。每次看到三角形这个魔方配色就很喜欢，对吧？超喜欢的啦，好看哎、欸！魔方决斗这是个好主意。魔方决斗，真的比下去平衡就要退，不会退，不会。还有多少？不要不要！还有多少法宝没挖出来？我还可能还在路上吧，在犹豫要不要来看直播哦。他在犹豫要不要来看直播，看呗。好可爱哦！哦，我还没有用 ，sorry。嗯，那你要玩吗？那可以做朋友吗？那可以，那我就玩好了。那我没有朋友。我非常发言吗？小心说他没有朋友。请大家多多跟他当朋友好吗？开玩笑，我有很多朋友哎。是。看见他是吗？好的。他难的就是他抓不住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抓住他。谢谢，哎呦我，谢谢玉超送的枫叶，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。每个礼拜开台你都多一个魔方，会不会到年底这一整箱？哎，我真的想要玩所有的魔方。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老虾送的枫叶，谢谢小千送的掌声鼓励，叫做怪兽，真的。谢谢 CKM 开场的黑白方格旗，谢谢小千送的掌声鼓励。要买新的了？不会不会，他还好好的。谢谢小鸭送的看好你哦，真的这个颜色很炫，我超喜欢，超喜欢，超酷的。你们要也在，你们要在房间，要选这种物理姐没有啦。洛豹哥明明说为了七七什么都可以，是在犹豫什么？对啊，犹豫什么呢？现在有没有玩？为什么又要发送？谢谢小虾送的卡尼奥，教主没猜，没猜，他还好好的。艾美，看魔方头痛，为什么？现在想做的事好多。对啊。玩过不规则的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目前玩的就是
2233跟金字塔。魔方玩的好不好跟智商有关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。有一次实在扭回来把魔方拆掉的品牌。哎，以前姐姐也有买一颗，我姐姐也有买一颗魔方，可是我就把它直接弄乱，然后就被骂到，因为他不会，所以他就把它拆掉又重新拼回来，就真的是拆掉。现在怎么知道不想做只想念教程？不行，拆了买线给我，谢谢。对呀，拜拜。三，哦，真的，这样子，他手机电池要换，要两年了。哇哦，俗称物理姐，真的哎，真的是物理姐，太可怕了。哦，明天你八点要起床，我会把你带到出门吗？你啊，嗯，我也要出门，我把你带到起床。蓝色。Nothing happens upon me. Not a very dark day. When the kitchen got air. 一面，这还要回房间抽一遍。剩十趴，因为第七届喜欢充满了剩下的90%。为什么我这里好像是我的？抱歉。谢谢美妙的仆人晋国，怎么念宋吗？忘记了。宋的枫叶，我的国文好烂啊！因为之前看到同学，对，因为学校流行，看到同学玩，我就去学了，他就教我，然后就开始各种模仿。有看到别人玩过八乘八，感觉解完大概就崩溃。可是我，你是把它转乱？对，怎么了？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，你哟，你哦，什么时候出书？书，喝多的草莓酱，嘴巴这么甜，为什么还是没有女朋友？哎，大橘，都到了七七，怎么不入境？七七去充电了。二二感觉超简单，可是我会不知道怎么，有时候会突然忘记怎么用底面。那喝多是因为你觉得太甜，水喝太少，所以讲话有点甜。草莓酱正常发挥。以前的叫他弄乱给他玩，我也就是会转之后就会很喜欢让别人弄乱，因为自己弄乱太麻烦。也好难，对二二好难，可能是因为刚学会吧，不知道。这边好像鸟奇怪，以前这种吵闹在那么叫，没有啦，还没吧，因为在等遇到跟明觉一样完美的女生，应该没有了。嘻嘻，草莓酱滴滴力正常发挥，没有错，草莓酱赢了，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。七七小计划之后就回不去了。嗯，没有走还在。
欢迎你，出了送给邓云姐的喜欢。天哪，邓小晴在唱一歌。其实自从上次上不怎么，自从上了明星键盘手就发生质变，哪一种哪一方面的质变？哪种变？那刚转了一个月，什么一个月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。没看，没有，对不起 ，sorry。手边抓不爽，应得很尊敬 ，respect， 那个，饿了，我放到哪？不是我放到哪？好慢。慢转式，好看吗？要去看，好啦，我找个时间补个档。谢谢威凯上的阳光，太会了转了吧？可是我转的很慢，我很慢的，其实没台，我有，乱讲。谢谢慧香送的玫瑰，这会越来越不用模仿，一定啦，一定可以拍影片挑战平台。好，我试试。难怪被锁在外面，没有好不好？哪是这样子的，乱讲。谢谢林果送的好多樱花，魔方对决。其实之前。握手会那段时间吧，我也知道，就有在想要不要下暂停，可是一直没有下出来。我妈怎么有这么多个？就是玩了这个之后，就开始想要玩别的啊，别种的，然后就开始收集了呗。出路见，晚安。谢谢 Vicky 送的枫叶，总没有这种拆掉重装才能复原的，拆掉重装真的太久了啦。跪求约平安出来拍影片节奏，太难了，天哪！平安在隔壁讲冷笑话，说了吃虫不要吃虫，虫呢？偷拍影片，各种，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，难怪你没有帮我开门，原来我都没有团爱，我哪有？我没有要把品涵逼走，你看他现在还不是在讲冷笑话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送的玫瑰，结果不小是什么？不好笑。小野庄晚上好，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。放射倒立鼻孔吃面，这也太难了吧，怕爆。谢谢小黑鸭送的玫瑰，我也想要挑战他，可是我觉得我会输耶，其实因为我真的超级卡的，说真的，就是个不适合转魔方的料，可能吧。乱唱，是要帮大家提醒你，什么行李？头发有点太过分了吧！大家铁主发的好可怕，真的，一个月不能玩魔方。
这个我不行，这我不行，这我不行。说着健康步道跳樱花瓣，我健康步道，健康步道，我觉得我撑得下去。帅源晚安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先不提惩罚好吗？嘿嘿。连公司都看不懂，不是魔法料怎么办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因为他就是，他有图片不是吗？你就上节目问你有什么特技，不会说巧家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高潮陈汉楼，下步道一定要跳勇往直前。哦，那哇又跳哎、欸，大跳哎、欸，哇，直接痛爆。听这首歌都会想到求婚大作战，为什么？谢谢鱼豪送的好多樱花。让你看，觉得元芳已经安定，一分钟内完成。哎，现在没有。输的鳄鱼装裙子握手，没有这种事，品涵又没有。谢谢鱼豪送的樱花，谢谢鱼豪送的好多樱花。痛死，真的会痛死，勇往直前真的会痛死。会说抄别人的特技，不算啊，也不会啊。谢谢综合喵喵送的樱花，哎，好卡。找这主题曲，我想说，白痴，那所有在自己官方页面被拒，我是谁谁谁的手下败将，这也太残忍了。樱花瓣一直踏步也很痛，可是没有啊，勇往直前是要飞起来耶，飞起来再下去，我觉得那个杀伤力也比较重一点，好痛啊。不行，我觉得我现在练习二二，可是我又好想转这个。谢谢小姨啊送的看好你哟、哦，好来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这样好卡，我这样好卡，我这样好卡。好的，好慢啊，好慢、啊，没教室交给你们。Q 啊，北上哪一首比较痛？插曲哦，插曲啦！谢谢小鸭送的看到你哦，仓鼠的照片，没记到时。谢谢小鸭送的玫瑰，真的看好你哦。开始找借口，怎么只要挑战你们？真的够吗？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感觉每一分钟有人计时吗？50秒左右没有人计，怎么办？没有人计，那我再一次好不好？又玩又玩又要玩，只是想玩。谢谢喵送的掌声鼓励，耶！其实只是想玩。
手机拿出来准备好。刘俊记了，真的吗？刘俊我大概多少？傻妹柔柔，小情人，一晨一吗？一吗？晚安。真的要对称一下。谢谢喵，五十秒左右。哇，那我要再一次，够乱吗？刚打五十秒左右，谢谢你。不行，还是要再一次。下注你觉得三张的手绢，什么什么？我要准备喽。谢谢小虾送的，看到你哦。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模仿大赛，年前中就是年前是怎么来的啦？五十八，太慢了，太慢了。五九三五，大概五九，天啊，差一秒钟哎，不行，太慢了啦，太慢了吧？谢谢老沙送的掌声鼓励，有机会。谢谢七开 UMK 送的。黑白放格旗，格旗，我感觉我真的会赢平衡。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哟、哦，谢谢 Ricky 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可是真的变卡了，我觉得我需要上个油。赌赢就会赢，谢谢谢谢您的支持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选择做对的事情。他在干嘛？突然说把这张桌子吃下来，是他？嗯嗯嗯，好，哪里有开赌盘？耶、yeah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什么梗？一下开放下注，到底？中段跟平安决战吗？直接决战了。给他几天准备？啊！啊，那我输的我很尴尬，尴尬。不过我觉得赢的会比较尴尬，其实，好吧。谢谢小虾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嘉阳送的阳光，谢谢。不然就请他吃冰淇淋。我也想吃冰淇淋，我想吃冰淇淋，想吃松饼，想吃蛋糕，想吃烧肉，想吃寿司，想吃半熟蛋，想吃咖喱，想吃汉堡。
东张 A B Black 吗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让他胖，超好。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饼还很瘦哎、欸，其实。预备，你要记吗？我要记吗？好，记一下，再一次。你想吃烧肉宵夜吗？哎、欸，我也吃不到啊！是不是听见脂肪的声音？而我听见脂肪的声音，居然可以连续说出这么多食物，因为我真的是想吃。我每天都在学校大喊说我想吃烧肉，而且是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还没来之前，因为我是风纪哦，我是风纪。然后我就会，他们就会很嗨嘛，也不知道在嗨什么，就是刚打钟，然后我就，身为风纪还是要管一下秩序的吧，然后我就会叫他们安静，就很大声，他们就会全部安静，然后我就会，因为觉得太安静，所以就说一下我想吃烧肉，想吃烧肉。想吃烧肉的风纪委员没有错，我没有带同学翘课，准备好了吗？等我一下，谢谢小黑鸭送的，看好你哦。搞笑的风纪，带头翘家风没有，好啦，我要来喽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嗯，结束。嗯，啊，那谁要说话就请我吃烧肉。哎，真的可以。好，我明天喊。通常老师会选最吵的当风纪，没有，我是自愿的，哈哈哈哈哈。挡广告？哦，我没有哎。广告是什么？我没有载。安静，我想吃烧肉。杨云就要请全班吃烧肉，可以加入。我没有说要请啊，当然是他们带我去啊。想要明天要去吃烧肉就很开心。哎、欸，我呢，我也想吃。风纪好像都选最吵。哎、欸，我是自愿的。又八五六，又五十几，好慢哦，天啊！欢欢晚上好，谢谢晚上好 ，Google Hello， 杨杰 Hello， 谢谢嘉阳送的掌声鼓励，九蛋 Hello， 帅源 Hello， 谢谢嘉阳送的掌声鼓励，好狂，谢谢帅源送的枫叶，跑去看品涵 ，It's OK， 欢迎回来，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哟。这礼拜公司聚餐要吃炸串，太过分了吧！我也想吃啊！已经安定了一分钟内了，可是我觉得我的话应该可以到55以内吧，太慢了，58。谢谢老沙送的掌声鼓励。怎么选觉得我当干部又不是幼稚园？哎，什么高中也是需要干部的啊！而且其实我是班上的老大，就是最年长。明天是地站帖吧？明天吗？是学艺要一直找老师签名，辛苦你了。学艺真的好累，我绝对不要当学艺，又要做教师布置，又要找老师签名，太累。谢谢布鲁斯上的阳光，可以回头不吃我烤肉。
头部太远了。你好，晚上好，谢谢怀怀送的早安抱抱，不是早安，早安。对啊，上次有47秒，太慢了吧？天哪，我的47呢？根据投票吃烧肉，你就觉得要选哪家好呢？烧肉吗？时差之类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。老大，不是老大，就是最年长。带头唱，我没有带头唱，是风纪带头唱。哦，我也我会啦，我也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现在报自己吃什么宵夜，我没有吃宵夜。那公平给平衡也有准备时间，明天先约周末决斗。周末好像也蛮快的。渡人哈喽，为什么觉得好吃哎？谢谢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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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送的要你好看，一来就砸我，这什么奶油吗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想吃宵夜，好想吃烧肉。国中3年班长，但上课最吵，被叫到教室最后，太坏了吧！你这样子不行，我就要上游了。真的，他变卡有一点，我觉得啦。一起吃烧肉，可是啊，可是烧肉啊，可是有一点贵耶，不是吗？吃下来会胖。听过逐鹿家吗？逐鹿吗？没有哎。为啥要决斗？因为呢，今晚不想吃宵夜，因为把宵夜都吃了，已经直接吃完了。谢谢龙骑士送的枫叶，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。砸上瘾，碎星星是到处砸吗？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。什么谁？什么谁？谢谢龙骑士送的枫叶。你可以把魔方电量安定在1分钟内，甚至40几秒。可是现在很慢，跟阿潘决斗什么？闭眼画图吗？闭眼画凯特，嘿嘿。跟平安比肤色黑吗？不用决斗你决胜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。真的假的？不用剥壳，我也想吃。不用剥壳，下次最好吃了。全班第一，但都不认真上课，老师都说是坏孩子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好羡慕这种人哦，就是明明第一名，可是是一直玩的那种第一名，好酷哦！太好了吧？12×12还有点远，我想慢慢来。2×2、4×4金字塔，啊不是2×2、3×3是金字塔，然后4×4，只会用嘴巴剥虾，我不会剥虾，我是完全的不会剥虾。剥虾什么的太麻烦，太难了，不可能，不存在。我想要一个会帮我剥虾的人。谢谢小黑鸭送的，看好你哦，可以帮你解剥虾子，耶！对，不用剥虾子最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，受不了的好吃。有人开门，切切。我不知道，也可能吧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会用嘴巴剥虾，用嘴巴叫别人剥。这个我也会，这个我也很专业，我很专业的哦。嘿嘿，人家帮我剥虾耶！不是问大姐，专业剥虾工具人，工具人。叫熊妹帮我剥，熊妹才不要嘞，熊妹都会一脸嫌弃，说你在干什么东西之类的。或者是说什么叫我帮你剥虾，你这样子对吗之类的？大直说不知道，羡慕爸爸为什么？谢谢小黑鸭送的看好你哦。熊妹可能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熊妹会可能知道呢？谢谢怀怀送的早安抱抱，不保安了。再次挑战。预备，我可以开始吗？嘿嘿。哦，高雄有，台中没有吧？台中好像没有。
是没帮你过，没有照片。哎哎，被爆被爆！谢谢海海送枫叶。好，开始喽。谢谢老沙送的黑白方格旗，羡慕爸爸吃过西西伯的虾，我也想。羡慕爸爸。好，你要计时。好，你帮我计时，谢谢。哎。问号，我要破，不是，我要还要更快，预备，开始。然后呢？白痴，我在干嘛？成功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西西，你看好，你再一次，我再一次，我刚刚手滑，我不相信，来看是这样，不要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下一位还是我，下一位还是我，导播，我们这段剪掉重来，谢谢，那个导演不喜欢这个片段，不好意思，看好这。不管你看，你看，不能夸。想要什么分析？没有，就是滑到。PGN 顺序靠技巧，真假？失败也记得要缴报名费。好的，好的，剪掉。对，刚刚什么都没有。是有谁爱谁，还有害羞分析。没。好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哦，预备。开始。好慢。什么都没有啊！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送的，为你守候。啊天哪，好白痴哦！谢谢 Vicky 送的掌声鼓励。五六，怎么突然登六面？
五十六，天哪，太慢了吧！谢谢树葡萄送的掌声鼓励，一次成功。谢谢不入流不入流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姨啊送的掌声鼓励跟看好你哦，谢谢喵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主播下载新的免费脸部特，笑了吗？新的有吗？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忍者红送的黑白放歌旗，56，可恶！谢谢老君，还有米酒送的掌声鼓励，还有谢谢令国送的掌声鼓励，自然晚安。今天有两个主播画面，左下角第三个，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有两个主播画面，左下角第三个，什么意思？好嗨 ，Hello， 哦，我要看，等我，在哪里啊？下载中，我先用这个。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要以为这样我会忘记刚刚的失误，你忘记。谢谢 QK 男子送的掌声鼓励，练多久？上课时候是都在下面偷偷练。谢谢米酒送的阳光。他载好慢哦。没有忘记，不行，你要忘记。没，刚才才没有什么失误。对啊，风纪是上课玩魔方。没有说不行啊，又不是说风纪就不能玩，对吧？什么失误？对啊，我刚怎么了吗？我刚刚没有怎么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都不知道你讲话，我真的是。好可爱哦，这太可爱了吧，我喜欢，我喜欢这个。好，录音就这样的吗？什么？我没有啊，继续宣传特效活动。好的，拜拜。嘻嘻，到底姿势不太一样。不会啊，不会，就是看一下黑板，再转下来玩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黑板。然后老师说什么好，然后再下来。没有，我乖的。我发现我刚刚转错了，白痴。好啦，这样才对。好 Q， 对啊，好 Q， 好 Q。不行，我喜欢这个。乱讲话，说实话，好，我等你回放出来剪你失误那段，不要啦，嘻嘻，不录了，哈喽，恶魔诀，用哪一种解法？你是说这个吗？这个的话是从，就是一层一层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像头上的头边边，哎，嘻嘻，你这样子不行，魔王诀班在班上耍坏，才没有。对，你这首很喜欢，很好听呀、啊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今天人家也好漂亮，谢谢。最近真的红，这首歌感觉就红了很久吧。嘻嘻，我们不好了吗？恶魔玻璃，超可爱，跟柏林用一样，真的吗？应该很多人会用的吧，颜色也差不多，好吧。谢谢不露的送的阳光，有好过吗？好吧，算了，我们不好，
我也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没有啦，我是爱你的。我也知道魔女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只是有人跟我说这个东西。谢谢喵送的 kiss 猪，十点半的晚安啊、哦！我还没念排名哎，可爱死，谢谢。我又乱了，白痴哎！算了，不转。大叔，你爆发要变西西人吗？变西西是什么意思？问号。谢谢海海送的看好你哦，谢谢喵送的 kiss 猪猪。我转完这个我就念排名。想说你玩过啊？没有。每件恶魔衣服开直播，恶魔衣服是什么样子？谢谢变成新鲜柠檬忍者者红送的枫叶。七七早就变心成莉莉了，太伤心，我太伤心了，我太伤心。头上可爱，没有我可爱。噔噔，七七问号长这样。小蜜蜂锁弟弟，可恶！谢谢怀怀送的早安抱抱，谢谢怀怀送的枫叶。忍者好美，谢谢卡特，谢谢玉超，谢谢令狗，谢谢慧香。虽然我不会英文毕业到十二月，会节目放在这里，很厉害。这个就不用提了吧，这个真的不用提了。我要念排名了，第十名是淮淮，谢谢淮淮。第九名是宇豪，谢谢宇豪。第八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耶、yeah, ，第七，第七名是玉超，谢谢玉超。虽然玩赛车会逆向，而且还会冲撞工作人员，但魔方还是很厉害。我没有逆向，也没有冲撞工作人员。然后第六名是 CKUMK， 谢谢 MK， 怎么在念榜了？我已经过时间了，其实。第五名是小黑呀，谢谢小黑呀，可以睡觉了，辛苦你了。第四名是桃瓦哥，谢谢桃瓦哥。第三名是飞鸿，谢谢飞鸿。虽然你做风纪不管四句都在摸鱼，但魔方真的很强，不用。不要这样。第二名是 Lingo， 谢谢 Lingo。 第一名是西西，哎，是西西，西西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对吧？谢谢西西，谢谢，耶、yeah！ 我知道你都小傲娇、口是心非，可是你是爱我的，嘿嘿。虽然南投讲成南部，但还是很解的。但是会解魔方真的很厉害。没话反驳，反驳是什么？反驳。那你睡过头就是顺便敲歌，但魔方真的很强。中午看一个尬到无敌的魔法魔术像魔术秀，你的魔方秀好多了。各种辛苦了，给你一个掌声。耶、yeah ！谢谢小优送的不梦网，只在找我派别脑补。哎、呀，
我知道你最喜欢我，不要口是心非了。晚安，拜拜。嘿，开嘴，好了好了，拜拜。